由陈伟霆、林允、胡军、赵立新等人主演的国产大型魔幻影片《战神纪》在无疑档上映，然而口碑票房简直惨不忍睹，豆瓣评分 3.6 分，票房只有3500万。《战神纪》由哈斯·朝鲁执导，人气明星陈伟霆、新女郎林允、实力派胡军领衔主演，然而有这么多大咖，票房为何竟然如此惨淡？简单来说，电影讲述了少年铁木真拯救老婆的故事，然而陈伟霆实在是演不出铁木真应该有的感觉。大家都知道铁木真是蒙古人，蒙古人给人的印象就是摔跤大汉的感觉，从气质上看这个角色明显胡军更合适啊。之前胡军饰演的乔峰大家都非常认可，本身就有这么合适的人选，却为了流量明星放弃更合适的人选，眼夹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还有一个槽点就是三毛特效实在令观众尴尬，据说影片的特效合作方是好莱坞顶级特效师，三年的时间精心打磨的2000多处特效镜头，号称为了品质不惜推迟上映时间，但上映后观众认为这特效也就能和绝技比比了，甚至有观众还看出了 3D 特效卡顿的情况。这样的烂片即便陈伟霆和林允的粉丝群众基数大也拯救不了票房了。你们认为影片是